我们现在人是在澎湖，这有澎湖港。我们现在人在澎湖，先把它，你要注意脚步。这是澎湖的邮便局，还有一个展览。这边比较奇怪，邮便局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在里面展的却不是邮电，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他之前呢收养文史的，因为这个邮电局，它是邮局跟电信局的分家史，之后是电信局，后来是电信局的机所在，几乎也都没有在用。有用，就是说电信局有在使用，那后来他们盖了新的机房跟营业处，这里就空了。他隔壁邮局分到了，他已经重置了，用了个爱心箱的隔壁。他这个环境、空间不空闲的，那文资局他要来用，他还整修了一番，花了很多钱。通常我们不会想到在邮便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其实要来看邮便局。真的吗？刚刚被我讲到说里面今天不小心撞到黑水沟。文资这个呢，高老师来讲的应该比我讲的还精彩。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因为我们是今天其实是临时起意来这边，那本来他们是想要来接一个案子，后来可能那案子有点困难，我们就不考虑，我们就决定来踩点而已。然后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到说我们想看什么，那我们就想说，他们就说有这一个，那我们说，这个建筑我们先来看。9月，他的警察博物馆要改成水师的一个故事。哇，那很棒啊！但是呢，我们跟文化局说，你现在设立水师的这个馆，那当初师长带来了六个标，那六个标语在哪边？对。你如何告诉来看这个展览的人，这些标馆在哪里？OK， 对呀、我刚才跟他们说去看师长的庙。对。欢迎各位到这个。文资局的特展，水下考古呢？它这个法令是在最近才颁布实施的。那因为我们陆上考古已经有一段阶段了，那现在转而把这种水下的文化资产慢慢要呈现给国人。那它这个主题就是黑水沟传奇。也就是说，我们的以前的祖先从大陆，就是东南沿岸，要到澎湖，要到台湾，要历经这个台湾海峡。那我们讲的黑水沟是指澎湖水道，那为什么澎湖水道叫黑水沟？各位知道吗？它那个水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它水深会墨绿色？
不是就海水吗？海水那个尘土好像哦，因为这里黑潮支流会从南部往上，往由南往北流过来，这个流速非常的快。刚好从这个藤壶跟嘉义中间经过，那它跑下面的淤泥呢，应该算清得很干净。那这些淤泥到哪边去？各位知道吗？这淤泥，到云林跟彰化去。啊，真的？哎，这淤泥就到云彰隆起那个海底地形，就到这边去。这边这样挂到那边去。哎，就是。慢慢，那其实这个藤壶水道在六千年前它是什么样子，各位知道吗？藤壶水道六千年，是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海岸线就是六千年前海水暖化看到的海平面。那以前六千年前我们的海岸线在哪边？在南边的一百公里远，算蛮远的。这个黑水沟，这个藤壶水道。算是台湾的河川的海水口，就是引到南边去出海去。那小琉球那边水深有多深？800到1000公尺深，算很深了。哦，那到了这边就慢慢变浅，大概100到200。那又到我们澎湖群岛的北边，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所以整个台湾海峡它不适合浅见的活动。因为太浅，它竖起来屁股都露出来了，所以各位不要害怕，台湾海峡有潜水艇活动，不用怕，因为太浅。那它会活动就到哪里？太平洋去，到我们的东部。那这个他就想说，我们的先民以前要经过这个，为什么害怕？因为以前的科技不发达，造就他要出海，他不知道气象会如何变化，冬天会碰到东北季风，夏天会碰到什么台风，所以以前呢，大部分他的那个通商啊、移民，他大部分选择在清明到中秋这个时间，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嘉义的交通船要来回澎湖一样，清明到中秋这一段有营业，到了冬天他就停了。太难了，对，那个风浪太大，现在的这种船都承受不了，以前那帆船怎么受得了？啊，那这个它就是因为把这些沉在海底的这些文化资产慢慢要呈现给我们国人。那我们台湾已经算比邻近国家慢很多了，那所以呢，现在在加快脚步，要跟太多国家合作，把我们这个海底的文化资产要慢慢弄出来。但他这里呢，主要他想告诉我们，澎湖周边海域，我们就找出这四艘比较故事性的沉船。那每一个玻璃柱呢，就是一艘沉船的代表。那各位可以看你们后面那有一张地图，那这个地图呢，他就告诉你这是跟柱子、玻璃柱的这个所相关位置。那这个我们后面的投影这个关系。他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个 SS 黄大龙这艘英国的轮船的故事。那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特地强调这个词？因为他在1892年的时候，4月10号从上海要回香港，在我们澎湖的古柏油这个北边海域都碰到台风，搁浅在古柏。那搁浅之后呢，我们这里的渔民冒着这种台风的这个波浪出去抢救。148个抢救到23个，那如果没有出去救，那恐怕这23个也都没有。那英国政府感谢澎湖的这个渔民的这个动作，他就在古柏油设立了纪念碑纪念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在国际的这个报纸也算报得还蛮轰动的，那所以就以这个作为环形剧场里面的一个这个样子。哦，那因为我的采访请问，我听说澎湖这边有海底沉沉，哎，这个说法很多了，有水下多少？应该有，
因为就这个怎么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那或许是当初玄武岩溢流出来的岩脉，也有可能，因为没有现在没有人去证实它到底是人工做的城墙遗址，还是天然的玄武岩的岩脉。听说那个看起来很直啦，很像是人工的。大哥什么称呼啊？姓张，我也姓张。他那个，你看去摩西分海，你有没有看到岩脉？有直吧？对，就是它可能是看起来是很自然的。是。可是我啊，因为湖景层层我们都没有去看过，都是潜水的这些研究工作人员去看到的，它并没有完全呈现出那些所谓的他看到的这些东西。那包括你看，像我们标有87处，标了71处，可是另外它只是出展现4处，那剩下的那很多东西没记录。所以它这个是因为全球看到传的，有文史资料之类的，然后他们去印证，这些工作小组印证标定之后，就是他们过去的作业的一个流程。那可是联合国的最后决议，它是这些所有的公司就是最好是限定保存，你不要说它拿出来，因为你拿出来陈列这样件，不是不。原因一嘛，你要花很多金钱去维护这个展馆的环境因素。你看大陆把南海滩捞到一艘船，整艘完整的拉出来，结果他盖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水池，把它放在里面，还把它放在里面。对。那你与其这样，你是不是做一艘潜水艇，带着你的尺寸去看它，不是来的更有效？不是拍一些影片播放就好。就是说。整个这种东西，你如何去看待这些水下文化资产？对，它因为大家看到，这四根好像很简单，这四根花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司机，对。那我问你，四个柱子是那个沉船里面的东西吧？是不是？我要到家了。就是你说这些东西是在沉船里面的，对，它这个将军一号是指它在将军屿旁边发现的第一艘船 ，OK， 然后他就不知道船名，他就用将军一号 ，OK， 他的陶钵碗啊，但是它重点是里面有一个乾隆通宝，它没有所以应该就是当时的贸易船，对，它里面很多建材瓦片，对，就那样运过来，运到台湾嘛，或是运到这里，不知道。对，因为其实听说澎湖海域有很多的沉船，很多，对，没有记录的很多。那像这个是，这个是蔡宝生先生捐给这里做展示，他的装备，蔡宝生先生，对，他还在哦。他在日治时代就是潜水，日本海军的潜水员。他是沉。那这些沉船，他都参与过这些搜寻的一些工作，所以他就是对这个馆还算蛮有感情的。因为这个很不容易耶，而且这种规划应该蛮花钱的，我应该的，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当做一个常设展吧。他现在就是跟地方政府，如果效果好的话，会真的去弄个馆出来。对啊，因为他这里找到的东西，对很多。其实澎湖应该有一个博物馆，他有一个生活博物馆啊，生活博物馆，生活博物馆里。又是个问题。他第二个就是说，你跟文化局之间这两个虽然都不公共，要链接的上面。对。地方政府要不要链接也是个问题。对。那这个是那个黄炳宪。啊。黄炳宪是我们福建马尾那个造船厂的军舰。OK。那他去那个。青岛那边也
训练，刚好乔三分爆发，他输了投降，日本接收，他来这里，接收台湾澎湖，他追击那个清朝的剩余部队，然后在这个也是在汪安那附近搁浅的，就是广炳舰，哎，对，就是本来是清朝的水师，哎，对对。请问一下，他这个是常设展吗？哎，一年。哦，就是这一年。就一年，他到11月20他就结束。到今年11月20就结束了。地方政府跟文资局要如何去搭配？您是文资局的？我不是，我是重建的。那这么好不容易建构起来，那一年就没了，那不是？哎，所以他们现在在谈如何来延续，因为你现在约只签一年啊，这个展场的反应效果如果不好，对，你如何在不？因为他现在这些都是外包商，外包商在做，外包厂商的。文资局他偶尔来，文化局的公他们的公务人员他也会来看，他会来看这些营运状况，然后让他知道能这个延续的价值性。那已经快一年了，对，那效果怎么样？有多少人？看起来还不错，他那边很好玩，所以这些小孩子，他的 VR 跟 AR 互动区，小孩子进来很嗨，所以就是那外地来的人多吗？几乎都外地，你说几乎都从台湾来的吗？或是几乎都是游客，什么在地人，他或许还不知道有这个，还不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就是说，一个展特展要推广的好与不好，在地居民应该占很大的因素。对对对，游客应该也是因素之一，这两个是搭配的。可是我来看，我来当这种导览施工过程，我发现在地居民对这个好像兴趣不大，反而没兴趣。没错，大概浏览一圈到一到三分钟哎呀，只有三分钟，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他就走了。反正是学什么的？我学什么？我是学飞行的。真的吗？但他是退休之后，对对对，然后还太闲了。其实以前我对澎湖的这种历史也不太懂，根本不懂，根本不懂，对不对？我不觉得澎湖有什么有历史。对，当我退伍之后，我回到澎湖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有从都是做导览志工之类的，我们就慢慢去我碰到他们，你就跟着他们去听课了，听着听着，就慢慢原来我们澎湖这么有历史。对啊，对啊，所以你在澎湖住了多，你是本来是住在这里？我那个金龙头金龟头出生的。啊，你也是澎湖在地的人。那去台湾20几年了。你是职业军人吗？对，是空军的。我是海军的飞行员。这样子啊，海军怎么会有飞行员？海军的反潜。反潜，百亩地。你就是说。定期来这边协助做志工，我也没有定期，就是有空就有空来。OK， 就是跟大家也，因为我们不是他体制内的志工，他自己文化局有自己体制内的志工，那我们是体制外的，有空就过来帮忙。来这里。